咁講得我自己又好艱苦咁啦，但係呢個過程嚟，因為我好少讀書啊，讀書好少，全靠係兩個手打出嚟，將自己嘅功夫點樣喺電影發揚。兄弟，指出，嗱。都係咁樣啊！拉刀刺出，收手。幫住你唔該。咁啊，低頭低。屈手，兩個拍手，好，拍你。兩個，你兩個上攞。Come on， 哎，哎咁樣啊，好手，拍手，哇！咁啊，咗兩個位。咁嘢啊！低頭一步兩步，快啲！好，喂，放後，喐！我 test 到，寫個字佢走過啊！走過，大家走出嚟。Home punish 到。就有丁日，當然係有自己嘅外形啦。即係一睇到哇，呢個人哇，好似馬步沉穩啊，兩眼有神啊，啊唔係個唔係好醜樣啊，即係睇出嚟好似好英俊咁樣啊。咁啊，第二咧就要睇佢功夫底子好唔好啦。佢功夫底子好咧，咁啊又睇佢自己嘅反應啦，即係同人對打而佢嘅反應好唔好啊。咁啊，第三咧，講佢自己嘅表情啦，自己氣啊，入唔入戲？咁啊，呢幾個條件咧，先我話我認為咧，就拍功夫片嘅演員咧，係最辛苦，係最難揾嘅。又要成名，要錢嘅，呢個係好急嘅。人咧，除咗自己嘅本能同埋功夫之後咧，要講一種際遇，呢個 chance 機會。你盡量你玩你得啦，唔使咁多，玩你停就停啊。OK， 開始玩。你嘅慢慢，慢慢。